钱还给我吧，我不买了。那不行，我都给你拿过了，给呀。那行吧。上边地球千丈，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。对了，老板娘，你赶紧找我钱啊！白妮，你好不容易有那么多钱，就算还上了。老板娘，我能不能下次再还？你先把钱给我。行，那我等一下就去。那老板娘，你能不能先把那五块给我？我还留着买早饭呢。行吧行吧，那你下次记得一定要还我。哎，可死老头的钱还没给我呢！开始！不行，我人我在哪？九十，我开始找了。老板娘，哎，老板娘不在。哎，太妮，你趴那干嘛呢？我在找二蛋呢。这样吧，二妮，我可以帮你找到二蛋，但是等会儿你得在我店里买包腊肠吃。那行吧，一毛拿过来，拿。给你辣条。咦，对了，美女，我辣条也买了，你不是说帮我找二蛋吗？那我不饿了，赶紧给我钱。那你都吃了，也不能推了呀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吃了，给你倒地主先玩一玩，我去找二蛋。啊，这么好，老板娘，那我也赶紧去玩。炸出来的，你啥时候进来的？你敢偷吃我辣条？这样吧，老板娘，我先回家玩几把斗地主，你先看看二蛋。行，你先去。哎，不对，那是我的手机。哎呦，老板娘，我去年在这买的安三九怎么是空的？不行，你得给我换一个。那安三九也没有了啊。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做一个吧。年三张普通快乐呀，待你愉快被爱。那做好了，给你吧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也不酸啊！我最近总想喝酸的，不行，你再重新给我做。哎呦，你事儿怎么那么多？拿过来。每天两三再给你，用真欢笑声挂音符。那这个酸，给你吧。哎呀吼，哎呀吼，每天早都想发誓。哎，这白日依山尽的下雨，我哪知道？这也太难了。嗯，哎呀，这张试卷你帮我写，我就把我的水枪借给你玩一分钟。二蛋，这试卷老师要打分的，我不能帮你写啊。那我不管，你要不帮我写，我就揍你。好好好，我帮你写。二蛋，帮你写完了，你能给我玩一回你的玩具吗？写完了，拿过来吧你。想玩我的玩具，你想得很。你说话不算话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二蛋，你考试考了100分，老师奖了你一个奖状。哇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得奖状呢。二蛋，我记得你上次考试只考了6分，这次进步那么大，那我也奖了你一瓶罐头。哇，老板娘，最近我老喜欢吃罐头了。哎呀，看，老板娘奖励我的罐头，不给你吃。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得奖状。老板娘，这二妮太坏了，你也不管管她。二妮平时不这样，那今天是怎么啦？我不知道。你干什么呀你？老板娘，我在你这买的锁喉刀，把我的喉锁住了，有没有解喉水？没有解喉水啊！啊，那没有，你把锁喉刀的钱退给我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做一个解喉水。你的解喉水好了，给你吧。老板娘，你让我找到经脉图面，我找到。哎，还真解开了，那我也赶紧回家下载一个。哎，你的解喉水还没给我钱呢，是因为吃了你的锁喉刀才锁的喉，给什么钱？啊？那你没给评评理，这杯解喉水该不该给我钱啊？老板娘，我去年在这买的希望泡汤，你不是让你买个吗？怎么就99个？啊？不可能啊！我卖给你的时候是100个啊，是不是被你们俩谁偷吃了？我没有啊！啊？我偷吃了一个。让你偷吃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板娘。对了，你去年都说给我哥介绍个对象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啊？哎呦，我给忘了。听见了吧？赶紧去下载一个。嗯，那老板娘，我这个西瓜泡汤我不想要了，你给我退了行吗？那不行，你去年买
买的，现在还要退？那你没说该不该给他退？哟，墙头上有两块，送给你。来，你，我抱着你。好，怎么就剩一块了？哎呀！妹妹，你等等我，你得分我五毛。老板娘，有没有一块的零食啊？一块的零食啊？哎，还是请你吃吧，尝尝这个新造的春江五谷鸭掌。啊，真香！哇，去骨留筋，劲道爽脆，酸辣开胃啊！哥哥，你也尝一口。哎呀，你看我都这么胖了，我就不吃这些零食了。给我拿包冰袋吧。这个不怕胖，这个是减脂期解馋的。还真好吃。那是，那老板娘，剩下的我带去给大家尝尝，帮你宣传宣传。老板娘，这是你抢的，你得找他要。别回来！你们倒是留几个给我追去吃啊！墙缝里有一块。不是说的有一块吗？这也不能全拿走啊！哎呀，又没在家，又去姥姥家了。墙缝里有一块。不是一块吗？怎么就剩两毛了？老板娘，有没有两毛的零食啊？两毛的零食早都没有了，现在都是五毛起步了。啊，那我只有两毛了。本来妈妈给我留了一块，不知道被谁给偷走了，就剩两毛了。啊，这样啊？谁那么缺德？我拿的时候也只……对了，二妮，你妈去干嘛了？我妈想买个车，一个是去看车了。不行，等一下我回去跟她讲。还有，那剩的那几毛到底是被谁拿走了？呼叫二妮，呼叫二妮，快来帮我看尾店，不准偷吃，不准偷吃啊！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那先吃个小红糖。啊，那就吃个脱肥。真香。你是不是又在偷吃我零食啊？没有啊。那不对，这小红糖怎么少一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那可能让你家的狗吃了。那脱肥怎么就剩四包了？哦，又添加一个。哎，对了，老板娘，你去干嘛啦？我去订票了，那带我一起去呗。行，带着你。那我先走了，老板娘。哎，二姨到底有没有偷吃我零食啊？